这天太热了，真的是没有胃口。我现在真的是什么胃口都没有，就想吃这个面皮。今天我这个面皮泡的时间比较短，就是大概泡了个十分钟，五分钟到十分钟左右吧。还吃这个得劲。我碗里是一包的量，如果你胃口比较大的话，你就泡两包，两包也才3.5块，一包1.75块，将近1.8块，巨划算。